来把自定义，来把自定义内战蓝圈攻防模式创建一个。默认设定第一人称视角，地图拉斯贝拉斯，请输入房间名，熏悟空，加个密码，加个密码，兄弟们。来个123321 OK 吧，邀你们啊。就咱五个一伙吧啊，剩下的水友去右边吧，我就挺好。谢谢傻飞飞的钻石粉丝儿，谢谢傻飞飞。密码123321啊，兄弟们，熏悟空，来吧，看看你们实力。Rivana 已离开队伍。Rivana 为啥离开队伍？开始游戏。什么意思？都是水友，你放心，不会遇到太厉害的。刚才我们五六个可老狠了，怎么有个鸡哥呢？知音，你这知音，嘿，我媳妇说都是水友，她就放心了，不会遇到太厉害的。你们对这句话怎么看？瞧不起你们？你觉得很对呀，那行吧，那以后啊 PUBG 大家都跟我一个水平的话啊，哎，你这个北极熊你叛变了是吧？你怎么跑对面去了呢？你这个北极熊，我给你一拳。你看这把我怎么把这个北极熊给他拿下？好，开局先买一把枪。这子弹可不是无限的啊，打没了可就没了。我们先进攻，走。
男的老六。哎呦啊，哎呀，前后都有人啊，两面包夹姿势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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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个事儿啊？嗯，坏了，被爆锤了，没坏，没坏。蓝林汉上校去哪里？看你们的经验了。这我反正是走 B 中口那个地方了啊，我走那中间。喂，我来断后，兄弟们，你们先冲。哎呀，不好点，还有一个哪来吧你？毙了再扶人，毙了一个倒的。我来扶，我来扶。哎，你别动啊！打头啊！啊，对呀，打头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。但不对呀，我就应该打身子，然后他自己的后坐力往天上飞，晚上我们再打头。是不是个人儿？好像是个人儿哈。我直接从 B 后边过来。后边标点一个。啊 ！Nice。直接全部缴获。逼近了，逼近了。回来了。放包啊，下包啊，往这个一蹲。嗯，别急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可以蹲一下。有一个大餐，哎呀，没磕过，三个人走一个口。
哇，还是牛的牛的，拿下，拿下，去呀、啊，去什么？你会玩吗？去，哎我天，好好看着吧。这都是经验，我告诉你啊！不是这个汽油桶买它是干啥用的呢？防弹衣啊，防弹衣，没事儿，脚他们的防弹衣。哟，原点有个架的，皮包的。完了。完了，没绷带。A 压出来了，注意中路。没压，没压，没压。没打死了，快救救，快救救，快上来救救，先救他，先救他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都来得及，都来不及，他死了，他嘎了、啊、没事没事，完了，逼得压了，想逃，这甲怎么都是碎的呢？咋下包啊？再包点儿。我来，我来。在里面呢。哎，你也想包？坏了，露了个屁股。啊，再拆，猴哥，再拆。坏了。拆掉了。节目拆掉了。给我拆掉了，哎呀。没事，来一杆大鼻屎。这里头有个烟儿。没事，换个枪就行了。起一手大鼻屎，喂，对面 B 不好突了，对面 B 那个有加点的后面。没事，我来突破。OK 了，欧哥，你是 Number One。哎呦我操！从右侧走，上楼。好，哎呀，这枪太难打了吧，这枪。快救救！后边来人了，后边来人了。偷屁股，偷屁股。半血打头了。不行，打人也行啊。这也太马了，我是太马了，这个枪有问题，还不太不如那个，不如刚才我们那个喷，知道吧？还得是这个686。
枪的问题。我们可能得换战术了，可能得往 A 打。确实是这样子的，那 B 的中路站太多人了，根本进不去都。好的。走。这个位置不太好干。A 也有炸，后面还有个加点的，没空。什么声？可以来，可以来。A 好像死完了。好 ，Let's go。终于，哎呀！二打二，哇哦！牛啊！还行啊，兄弟们，换边了。换边，我们来一首《沙漠之鹰》吧。我比较喜欢全息键，怎么没有那个弹夹呢？走，我们手把 B。三个，把他头拿走。四个。我跟这个兄弟已经无敌绕后了。没子弹，我就出来。嘿，直接一手扶人儿。打头啊，打不着头啊，那能打着头不就打了吗？那头那么大点儿。尽力了，枪好难打呀，确实有点难打啊，练一练就行。可以，这地图还可以。
黑外头，黑外头。哎呀，我爬一半儿，给我打倒。加油，兄弟！尿个尿。我操！右边倒俩。全浮起来中屁股，是不是下包了呀？对对对，呵，怎么回事？我一来对面就剩一个人了，一点的吧，在这拱桥这儿呢，有老六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啊，没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拆完了。啊，我咋又没买头呢？算了，不买了，不要头了，要什么头？不要透，我们直接从 A 走。还行啊，我们挺势均力敌的，我发现啊，已经打到第十回合了。还一个，我们一个拉一个，都给他拉起来。
你们就剩俩人，你们怎么赢？这咋没有子弹呢？哎，子弹咋不给我装上呢？嗯，再来吧。创建房间名，孙悟空啊，兄弟们，孙悟空，没设密码，直接进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们得这个得设个密码。哎，怎么创不了了呢？创建一下啊，孙悟空密码12345，兄弟们。